大家好，我是 Rita。 我今天手实在是有够精的，我都走来钓鱼了，现在是透中岛两点半，等下来去人看看，这么乱糟鱼会出来吃鸡翅吗？希望是有啦。好啦，咱带大家去钓看看。不错哟，多喝水的提防。真正的，这边我输起来。好多好魔鬼，帅呢！这里到底，我等下先让我后面这边这一堆红魔鬼看能不能把它狼脊支起来，先试试看。啊，今天用的是这个，这个是 1.8 克的小虫虫，给看麦。多余，水哦！没坏，盖多奖。有啊，刚刚有钓到啦、啊，无锅，对啊，然后染红魔鬼染看看能不能得到。
魔鬼跟那个蜗牛都还没用卵虫。是哦、喔。到过。不过卵虫蛮会咬的、啊。这个、哦嗯，对，差不多。这微泡哎，本来是要钓西哥用的啦。他、嗯啊、想说先来这边当看看，上游那边有西哥啊。有，可是很少。很少对吧、啊？这里我觉得很少。很少对吧、啊？还行吗？往那钓、欸。那个整只脚有膝盖以下全都是在烂泥巴里面，你要怎么办？是的、哦。对啊，我可以带你去。那个要七月过后，现在不要，现在太恐怖了，中了。小小只，这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有够小的。啊，珍珠石斑，对，咪咪斑。小碎甲嘎亮片。会啊。小碎甲。昨天也有钓到。收工，解到手痒就好，拎来照。好，今天就先这样子，下次见，好吧。欸、我在群主说，如果总冠军是你的话，我就骂你一下。如果真的是你，笑一下。